来一把卡牌袋鼠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怎么就在奔波？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！红黄蓝，红黄蓝，红黄蓝，红黄蓝。哼！哎呀！呀！出牌！全军出击！这阵容没虚区。这阵容全徒留，我们先帮腰子，然后腰子再帮我，然后我和腰子再帮下，形成一波联动。兵补的不咋地呀。卡牌是不能丢兵的。大光头蓝有点多呀，有点推不过他，推不过他我就没法防个。别眨眼，直接往上走。被迷住了，我可以等你。直接狼头一开，不管那黄人，直接跑。有呢，不错。队友呢？黄牌一定，哎呀，我操，给我抠死了。他俩都不看你，那没办法。真累呀，能看我一眼吗？嗯，能不能看我一眼？我总是在奔波。撕我一张黄牌！别碰我的帽子！那狗熊怎么跑上来了呢？还？
去吧。Double kill。哎，来斯，往上走一波。出牌，狼头一开，黄牌一晕。黄牌一晕，扣一下，平嘞，平嘞，平嘞，吃我一扣死。推一波，精神病是吧？硬要抓我呀，那没招了，根本就没招，全是人的旁边。哎，不是他妈这狼头怎么老没呢？一整，咱能不能别这么多 bug？ 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打野干啥呢？怎么还挂了呢？你挂机，我打赶快呀，兄弟！我可怎么整呢？你说，哎呀，普通。到时可别后悔哦！你瞅他机器人。看那黄子，也不知道要干啥。碧如蓝天，我总是在奔波。修正。一切尽在卡牌中。
来，让这艾克帮我们打蓝。我气死我了！哎呀，给我气死了！我也气死了，我气死了！不行了，我有点缺氧了。哎呦天哪，我脑袋缺氧了。机器人来了，咋整啊？眩晕！蓝牌儿！哎呦天哪！还拿了个人头！我佛了！我佛了！哇，这么戏剧性吗？我走了，回家出泳装。先来个巫妖，跑得快点，再来个火炮。哎呀，他不给我显示狼头，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这玩意儿了。我来帮你来了。滑板有人挂机了。泳装重度接 Q， 嘲讽他。眩晕的狗熊，给你补 Q 一下。黄牌晕住。可真难呐！还好我们家下路挺优势的，这把可以啊。到时可别后悔哦。我总是在风波。哎，先切牌开大飞晕泳装重度接 Q， 黄牌一晕，我算算，
王牌御云泳装重度接头平 A 走。看看手气。好一开晕住永生动作接球好猛住他跑小龙吧，小龙，小龙，先把小龙拿了。点灯笼，哎呦！不至于吧？啊？来个巫妖，看上去出个火炮，来个美甲窃魂月。机器人可以打，到时可别后悔。我狼头一开，定住泳装接口走，剑灯笼不见了，没事啊，可以接受。剑不着。好慢，我这闪现呢，闪现的太慢了，没办法，反应有点慢。我总是在奔波，哇，好多！先把打拔一下，我狼头一开，我马上到极考一开，兄弟们，黄牌一拿，晕住泳装接个扣，吃我黄牌接扣平呗。俺们家不得掉一个吗？没有啊。泳装移动，黄牌晕住，别动。黄牌一晕，接个扣。四郎，先碾压了狗熊，狗熊不搁右上角呢吗？
跟我们家野区呢。只剩下一把。